日本的庭园，这是庭园，你看，哇，好美，超美的，哇，真的超漂亮的。而且日本现在是那个紫阳花的季节，他们每个季节都会种不一样的花。你看旅馆里面还这样子古色古香的，而且它还会保留那个原色，他们很喜欢用原色。漂亮的，度假就是要来这种地方。哇哦！